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5.0 熟视生非边缘绿油油的词。首先你来到这个圣火竞技场右下角这个传送锚点啊，传过来啊，落地之后呢，小地图上方啊这个方向，然后这边落下来，在这里的话是有一些这个棚子的，然后在这个箱子里有个拾取啊，然后我们拾取一下会拿到一个边缘绿油油的纸，如果说你这边没有的话，就是你在别的地方拿过了，它别的地方也可能会有，好吧，你自己打开这个任务背包里面看有没有这个边缘绿油油的纸。好，接着这边打开地图，来到这个右上角这个传送锚点啊，这个传过来。好，落地之后呢，方向转向东方向地图右边，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小地图右边这个方向。好，这边有一个缝啊，从这个裂隙跳下来。好，来到底部这边的话，就是有个 NPC 啊，你拿到那个纸之后呢，地图上会出现这个 NPC 啊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顺这边入口一直下来啊，然后从这边到底部过来之后呢，小地图右边东方向，然后在这里有一个隐藏锚点啊，开一下这个锚点，开完之后呢，来这边继续下来点任务追踪啊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小地图右上角啊，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，然后这边飞过来。好，然后继续往前。从里边下来。好，下来之后呢，我们看向右手边这边，按下 T 键，然后变成这个龙啊，变成龙之后呢，这边继续往前走。然后左边这个吸取一下。把右边那个吸取一下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我们看向小地图右上角，然后这边长按一技能啊，拉过来，拉过来之后一技能拿一下啊，拿一下，然后对着这个前方这个墙，然后丢出去啊，按一键丢出去。好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这边啊用一技能拉过来啊。好，这边前方的话，我们用一键然后打一下这个机关啊，打一下这个机关，然后旁边有这个路，然后跟着这个路往前走，走之后右手边这边也有个机关啊，一键能打一下，然后继续跟着这个路往前走，然后右边又有个路啊，一个机关啊，一键能打一下，然后这前方这里有个宝箱啊，在脸上你可以顺便开了。过来之后呢，我们长按一技能，然后往中间这个平台这边走啊，这个不能掉到水里面，不然的话你就要重新回去，回到那个起始点啊，重新弄啊。它那个起始点旁边会有一个这个东西的，我们拿一下，然后往上走，启动。好，启动完了之后呢，这边长按一技能给它吐出去啊，刚刚我们拿了之后，或者你用普攻应该也能扫开啊。好，这边打开之后呢，然后从那边下来啊，下来，然后我们拿一下，然后看向小地图上方这边注入蓝树啊，注入蓝树这边你把这个怪清了，这个宝箱可以解锁，然后我们直接一技能拉过来。好，这边的话是基本上是任务必拿的一个神通啊，这是个任务拿必拿的神通。然后我们这边上来，好，上来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西方向地图左边小地图左边，这边往上拉，然后再往上拉一段啊，按一技能，然后再按一下空格跳上来。好，然后这边按一技能拿一下，然后看向小地图左边这边长按一技能，然后丢出去。好，丢完之后呢，再拿一下左边这个，然后右上角
啊，长按丢出去。好，这边打开之后呢，我们使用一技能两段位移过来啊，我继续往前走。好，这边的话前方这边有这个可以嘎拉的钩索啊，然后我们边拉过来，拐之后呢下落，好，继续往下走。好，顺便过来。好，这边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啊，你窃取一下前面这个能力啊，窃取一下，看向小地图上方这边，对，不小心碰到了，过来，好，拿一下。嗯，然后这边的话看向这个小地图上方北方向，然后两段位移，然后加一个空格，这边的话把挂在前一点。好吧，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地图右边这个方向，然后往前拉两段，然后往前走。啊，所以的话可以窃取一下旁边的这个能力，然后换一个没血了，然后继续往里走。这边使用钩索，这边走上来，走上来之后呢，小地图上方北方向啊，继续过来，接着往左转，前方这边可以往前拉啊，这有平台，然后再往前拉，好，这边落下来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这里的话，我们短按一下一技能，然后拿一下燃素，然后长按松手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啊，面前这里会有这个钩索，然后赶紧往上拉啊，赶紧往前拉。那这边这个任务就做完了。